方面的修炼，我觉得在这里啊，哎，就是非常在这个地方，哎，哎，哎，注意注意，别把钱给我们今天安排市长在这边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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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安排在这边，市长接一下，接一下，哎，美军的准备，直接了，直接来，来来来，直接直接，来师傅一下，来师傅来。马卡夫状元呢？谢谢咱们蔡院长。来来来，谢谢。那待会我们前面那个往后推一点点，到你的柱子那边就可以了。摄影大哥，我们后推一点哈，不好意思，他们要做那个饼干，大家后推一点，大家都有画面，来，大家都往后推一点 ，OK， 谢谢。一定让大家有画面，我们后推一点到柱子就可以了。然后待会市长要烤饼的时候，就是要让你的通道给市长过，再拜托大家。老师傅，在我们店里47年了，来来来，这笑脸，哎呦，来示范给你看，16岁，材料，来，雷票标。对，我们先给老师傅鼓掌一下。哦，他已经宿舍里啊。好，来，这是黄豆，哦，黄豆、奶酥，还有那个蛋黄，还有这个抹茶，夏威夷豆，哦，这是五种的那个品种。哦，我们先这个包黄豆。哦，先那个再来
蛋黄，蛋黄鸡，蘸奶酥，放烧一豆，烧一豆，这样包起来，把它包起来，豆沙最外面，哎，对，豆沙最外面，把它包起来，放，放，然后包起来，放这样。Okay. 是的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可以沾一点点，可以吃了，没有，还要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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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要放烤箱，对呀，嗯，蛋黄，小杰，蛋黄，哎，对，蛋黄，奶酥，哎，不是，马吉，马吉，啊，这样，来一下，来一下，马吉，好想很大一个。马吉以后呢？马吉奶酥，再奶酥，然后再夏威夷豆，过来夏威夷豆，夏威夷豆，想办法把它捏圆。夏威夷豆包起来，对，包起来，红豆，豆沙放在里面，对，啊对，包起来。哪一个材料最贵？这个夏威夷豆，对，那少放一颗。线上果然，我们是开玩笑的，是人少包一个就是很重包的，完了，这哎可以包紧张，可以，哎好，哎这个一二三，哦哦。这个好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哦，来顶皮，我就换顶皮。哎呀，顶皮啊，还要包起来。没关系啊，那个换皮还要换。这个人是师傅，你好像是徒弟。对，太绝了！不愧是帝王的那个棍子。对，一样。这个是饼皮，这个是那种油酥，哎，油酥，对，我喜欢，哈哈哈哈哈。现在这个饼皮，我们的饼皮是这样，如果这动作，饼皮，好，这个先抓十个。抓面粉，马上被吐槽，我都不敢再讲话了，你不要讲错了。老师有在，哎呦，不行，不要，市长这有点像供完，很明显。不要，一样的那样，对，把它压一层，压起来之后，
哎，耳朵，哎，你就有出口，对，啊，这个手，对，拇指，对，这样这样，要温柔一点吧，哎，算了，对，对要做家事，现在做很多家事，没有，对，你做的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对，漂亮，漂亮，哎呦，哎，漂亮，漂亮，对。好，你做的他睡了，拜托。没有，没有，都四十几年，都被老板的，要走半年了。哎，对，哇，这个锅呢？他等于会用这个虎口，虎口，虎口，下去收收收，把它收紧，好漂亮，对，对，棒棒，好，这样就这个步骤好了哦，我们再等来赶赶书。还有这个，这个刚刚的，最近给你，刚刚的那个皮包的，对，放在里面的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对，对，压一下，这个步骤，这个步骤比较，它应该比较简单，对，来，我们少爷这边可以做，没关系，谢谢，啊，对，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这个声音可以，好。稍微用一下，可以用一下，这个不错啊 ，OK 了，好了好了，啊，再把它捡起来，捡起来，哎，捡起来，太大了，哎，捡起来，好，捡起来，拖一下下，好，再放这个切口放上面，好，稍微用一下，哎，再改一次，啊，再改一次，嗯，再改一次，这样，再把它拖起来，啊，这样就一块皮了，哇，工序还是工序要两块，所有这些工序都自己研究出来的，都是从老板就教我到现在这样子。哦，然后是哦，这样就就皮书这样，放要放大松弛，可是我们时间来不及，我们都我们之前都有做好的，就这个是松弛的，对，现在会变得太紧，哎，这个松弛的，好吧，滚一点点，哎。哎，这个哈，要稍微赶一下哈，这个切口我是往上，对，切口往上，把它稍微赶一下，再赶一下，不用太大力，市场温柔一点，好，对，非常温柔 ，OK OK OK 好。啊，一掌太大了！一掌很大，哈哈哈哈哈！一掌七万人头啊！来来来，这手这手拿这个啊，这手的扶这个哈，这样这样轻轻的，哎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哎，啊在好啊在这边，哎，哦 ，OK 哦 ，OK， 这个就漂亮啊，就可以拿起来。包的，包包包起来，包刚那些，是这个，没关系，好，我刚是这个，对，程序很多，对，哎，这个容易啊，对，现在都包，哦，现在都好了，慢慢，市场用虎口，哎，这你拿着哈，这拿着虎口这样，我们拇指在这边，哎，这样，啊，这样，啊，转，慢慢转，转，这样转，好，嗯。再改一个市场。那这样子成品了，这样就是要去考试啊。对，这样都等一下他打芝麻。哎，等一下打芝麻。市场这个比较好包，就不好包我也说。危机处理。对对对。感谢你们，老板。对对对。危机的游戏。好，这个不要让帮市场照一下，帝王那个帝王饼就帝王饼，帝王饼，哎，对，帝王饼，哎，对，啊，再来，我们来去打芝麻，要烤，哎，对啊，这就看段落哦。往里面吗？芝麻，芝麻拿出来。来一把，刀。白芝麻，白芝麻，哎，对，白芝麻。这个是他们师傅做好的，要打芝麻，打芝麻。下面我先教，教示范。底部哎，底部要打芝麻。哎，对，等于沾芝麻，他等下要去那个烤面。对，对。
对对对，我分三等份，我们每个人打一次。怎么？哦，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要不能太大力，变手可以摇出去。哦，他就会帝王，帝王这个东西哦，他会炸到，他会所以要轻，要轻。还有这样，也可以用，也可以用这样，用这样，这样这样，把那个看看单，对呀，看看单，对，哎，哎，对，单上的，哎，对 ，OK， 那就可以放上去，芝麻放下面，哎，对，芝麻放下面，不要两面，哎，对，市长再让你弄一次，两颗，哎，等量，等量，你这样打跟这样粘。这味道不一样啊？会不会味道不一样？一样，一样，一样。那为什么要用这样？就是我们弄的是，我们弄的是整盘比较多，才不会因为摇晃的乱乱搞。那个受益了，这样专业的用对的。我市场要用整盘的，这边有啦。业余的用难度的，就高难度的。哎呦，扭转乾坤，爱擦练的对吧？对对对，哇，市长真的是高高人 ，OK， 哇，是，哇，漂亮，是，擦练不错，下面叫擦练，炫，擦练都是炫，哎，对，好，那这样好了，我们就到里面到那边，好了。从这边，我们从这边，记者麻烦下啊，我从这边，是吧？没事。阿中产两粒吧，阿中产两粒吧，阿两米到边咯，做迄种的提产品出来，无时间行迄种的。好，我们直接上两公司哦，还在一道工序，还要擦那个。在干嘛？在干活。啊，他现在有换黄的。为什么要我们要用这样？擦这个毛刷要用这样，这样才不会。才不会扭，才不会扭到旁边去，才不会，哎，对，好快才会亮亮，哎，对，这是蛋黄吗？这蛋黄，哎，蛋黄，我想想，哦，哎，啊，多活一圈啊，阿东我在后，啊，这个好，专业的，这个好，陆行在后，那个工具是专业设计，没给没给，修改过的。好刷的一半，就他剪掉一半。你管这个还是会做家事哈？你管哎，还可以。我看你不是身手比较，你没看市长洗衣服。哈你不错，来来来，蛮好玩的。好，哎呀，不要想赚大钱了。下手猛一点，我感觉好像我做家事比你厉害。现在讲故意，这样才不会太高了。太多花蛋黄味，滴到旁边都是蛋黄，啊，掏起来都是。啊，所以我们什么？啊，这样擦，整个都滴啊。师傅，哪里挂一下呗？哪里？哦 ，OK。有过关吗？这样有过关吗？会关的哈。可以。可以哈。可以。涂的薄跟厚没有关系，哦，有关系，可是哎，不能太厚，不能太厚。他这个可以吗？我们皇上就好，不要太厚。皇上这样可以吗？帝王驾到了。大师傅，大师傅，今天你在这个厨房，你是皇上。是，没有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我只是小小的师傅。哇，太省了一点。哎。是不是太少了一点？好窄，我们可以站这样哦，站旁边稍微一些。哇！
寿司的吃，放莫扎特的音乐。这样哦，我这个会不会太少？颜色好像有点淡，补一下，对，再补妆一下，哎，再补妆一下，苍白，对呀，要再上补妆一下。我在。应该要时间的。那我们就。市场，我们这一人拿一把，现在还没烤的时候还冷冷的，这样吧，请市长。等市长拿出来再照，市长拿在，然后戴上手套，安全手套，这个可以拿出来，这样比较真实。哇，怎么这么漂亮啊？跑出来，很专业，很专业，很专业。那我立即去检查。好，那我先拿进去。旁边我很烫。哇，厉害！师傅是演艺界的，我的。师傅在跟导演。就这样，对对对。好，等一下啊。现在是导演，导演。好了。好，预备，好，开始了啊！哇，全到了，30分钟过了，试了一下，30分钟过去了，哎，市场卡，市场卡出来了，帝王饼，帝王饼，谢谢，好香哦，哇，真的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好，哇。哇，好棒，好棒！哇，真的师傅，谢谢你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拍一下 ，Give me five。Give me five。很棒，等一下，这是可以吃的，分享分享一下，分享分享一下，分享了。你先上，不，你先拿，快动手，你先拿，我们台湾的人。哎，记者，记者，先生们，动手，来来来，这个给你们。没有，没有输哦，帝王饼，是绝对赢的帝王，一掌。帝王饼，帝王铁匠的嘛，哎。等一下，我们拿个小袋子给你们。好，这么漂亮的饼，对啊，漂亮。这就刚刚擦那个亮亮的。总统啊，尝尝看怎么样？当帝王吗？对，哇，不错，哦，入了。吃帝王饼当帝王，好不好？吃了当皇帝。亲手做的帝王饼，当总统，当总统。搞不好他就改成总统饼了。不是，上次因为过去吃饼没有带感情，今天有带感情，而且自己动手的啦，自己动手做，那感觉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，因为自己亲身参与这些工序了。哎，大家尝尝看好不好？真的，真的味道不错。来来来，我们大家一人吃一个，看能不能尝味道。拿点拿袋，等一下就没了，我给你。来，快点快点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没关系啊，不客气啊。对对对，大妹子。有，等一下哦。等一下，我们下面有包好了再给。哦，下面有了，下面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到下面。好，非常重。太重了。太重了。好，哎，
帝王饼开始吃啊！